来吧，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传说中的五星木叶丸。好，这个那个的五星木叶丸，老来给来得得得得。好弄给你，我去，还能喷火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直接把人都喷到了天上。爬灯，火灯，滋滋滋，太牛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太牛了！再给，我去，都打到天上了，都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兄弟。我给人说句话，谁等谁等他他谁，好，开开开开开，阴阳师那个游戏都老游戏了，我们那次就找新游戏好了。我去，他个老屌把我们给挡住了，天哪，这个我爱罗也太脏了吧。啊，我大招了，兄弟们，五十万，好了，看到是哪，妈的妈的，哎，直接就把他给干哭了，兄弟们，再懂几段句我给你们说啊，以后谁要再让我认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等着使就行了。那他个买 CSGO 我们也在玩，但是那个东西，哎呀，太要技术了，总的来说这个木叶丸还行吧，还行。